Alright，同学们，欢迎来到我们二零一八年英语一新题型的视频环节。那今天这篇咱们应该是第五篇这个排序题了。那我希望大家啊、呃，其实这个东西做到现在，这个题型在我看来是确实啊、呃，我觉得在我看来是你读懂了，同时做题的一些方法。那这里我没有说技巧这单子，因为这种题，呃，我之所以说的是方法在于。 你要知道读什么，哎、right,，因为这种大家可以看到新题型里面确实很长，然后它一共十分，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啊、呃，大家可以算一下，对吧？如果要是有十分的话，你按来按照我的一个任何考试的这个规划时间，那就是你一百八十分钟，现在是乘以十分之一，对，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你有十八分钟可以来去读完，这个、在我看来是正常的一个啊、呃、时间。 很多同学可能觉得这篇文章十八分钟他读不完啊，如果你做不到读不完，那就是你要知道接下来你需要做到一点在于你应该读什么。呃，在我看来，其实这东西不是说，呃，你就是有哪些就是特别好的一些技巧可以让你运用到你考试那篇文章里面。我依旧呃让大家你要明白，考试那篇考试那天你做的题，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的。 那我希望你要对自己负责，对，不要去抱有这种侥幸的心态。但是现在你去练这种新题型也好，不管还是这种啊、呃、七选五还是其他的一种类型，在我看来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你需要去读准了每一段里面你。你咱们第五篇其实在我看来方法是一样的。咱们现在这篇你看到拿到题以后，你先看选项，啊、呃，第二段有了，然后 F 段有了，所以说你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 咱们先把第一段解决了，对那这时候你还是咱们一个一个选，C 和 F 是不能选的，因为就是不是第一段已经选过了。然后这时候咱们开始一段一段开始排除。首先一上来，他这里说的是 A 选项，在一八六九年的十二月份，国会呢 appointed 指定了一个委员会 commission，而去选择一个地点和准备一些计划，呃，关于这个成本的一个估计。 对于新的，呃、uh,，State Department，这个你可以翻译成美国的这个，呃、uh,，国务院，不是。然后这是第一句话。那首先，同学们，我觉得在这里，如果你没有看到，现在就是考验你准确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下文，啊，在我看来，这句话可以选的，因为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这篇文章一上来给你开开门见山。一八六九年国会指定的一个委员会，那就选择一个地点。 把这些准备一些计划，关于这个成本，去新建一个这个国防，啊、呃，<coughs> 国务院的一个楼啊，是 OK 的，所以咱们先暂且放下，好吧。然后这时候第二段，那这里一上来，你现在应该非常熟悉的是，这是非谓语动词 completed，因为再说一遍，一句话，第一个单词是过去分词，这句话的框架已经绝对定下来了，谁是被完成呢？真正这句话的主语，这个。 南部的这个西大楼，这个 win 这个单词在建筑里面啊，你确定是一个厅，一个就是如果一个建筑群或一个楼，一个大的特别楼有一个分成几个部分，那一般这种 win 这个单词就表示其中一个部分。那一般按照这个方向来说的，就是、south wing 一定是南部，南这南大楼，好吧？OK，那是所以说你现在判断出来，如果是 A 和 B 都有的话，那肯定是不能选 B，因为 B 是发生在一八七五年，然后这里是先跟你说的是一八六九年，对 o、okay, k 那么现在办。 把 B 排除了，然后 C 不选，然后 D，D 上来第一句话说的是很多这些知名、最著名的 most celebrated 国家性的这种人物，那 figure 这单词你一定要放在句子里面来去理解。前面这里说的是国家性的，呃，已经参与到了这种历史性的一些事件中，这些事件呢发生在 EEOB 的这个墙里面。 哎，同学们，这里就是需要现在你要读准一点，一些细节在于，一上来第一句话里面这段里面用了一个缩写 E E O B。那这种大家一个，不管你是技巧也好，逻辑也好，没有人在第一句话，或者你要知道英语的这个缩写的构成的一个逻辑在于，一定是在文章的开始，你跟你的作者，你跟你的读者说了，这个 E E O B 意味着什么，然后你才能在下文中来去用，这是基本的一个英语写作的一个逻辑，同学包括你自己在写作的时候，考试。 不要一上来就写的缩写，没有人知道你这是缩写什么意思，哪怕是非常著名的一些东西。OK，所以你单个就通过这些缩写就可以排除掉，绝对不会选 D 的，在第一段里面。好然后继续，那现在开始，就刚刚我跟你说的，这里 EEOB 告诉你，那明显这篇文章这这一这一段就应该在第一段前面的，对吧？就我刚才说的，那这一段至少应该是在前面的。然后这里呢，这个 EEOB 就是说的是这个 Eisenhower。 美国人家总统的执行的办公室的建筑，其实 command a unique position。那这个 command 这单词在这里，大家其实可以稍微记一下。right、okay, 呃，因为首先你要知道，这单词作为动词是有这个命令和控制的，就是在电脑里面或者在你现在军队里面给你施发、施施发放一些指令，对吧？呃，命令你做一些事情，这是在这单词最常见的意思，命令。 啊、呃，但是这单词有一个表示控制的意思，或者是啊、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字典啊、哦，这个意思可以记一下，因为很可能什么时候不知道这些生僻的意思会考你一下。command 这单词作为动词是有这个掌控、掌管的意思，同时还有这种居高临下、俯瞰的意思，这个意思非常非常不常见。OK，但是。 啊，目前为止的这篇文章你见到，所以你积累就 OK 了啊，你别就抱怨什么没见过不会的嘛，把不会就积累，就没有什么其他任何办法，不然后，所以现在呃，这里相当于指的是，要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把主语带进，主语是楼嘛，核心词是 building，这个楼，然后它的核心的宾语是 position，那这个单词你翻译成中文有就完了，对，就这个楼是拥有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位置的，记在这个国家历史上。 也在建筑的这种遗产方面 （heritage） 对于美国，那同学们这句话一上来，第一句话里面就，我觉得在我上来，如果你读的准的话，非常像英语里面文章的第一段。为什么？因为就是给你一个宏观的一个角度来去给你介绍这个楼，对吧？拥有一个非常独立、独一无二的位置，在历史，在这个建筑的遗产方面。对，那至少在我看来，你如果现在咱们排除了这么几段以后，剩下一个 A 段，你觉得 A 段好的还是？ 一上来就跟你说一八六九年，然后这是国会指定的一个委员会来去选择关于这个国务院的一个楼。好呢，还是一上来先给你介绍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主题，我们这篇文章要讲这个 Eisenhower Executive Building（EEOB）。而在我看来，至少现在你可以排除掉，哎，绝对没有这段好，对不对？然后咱们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选项 G 段，那这段这里指的是还是一样，你通过这个 EEOB 缩写就可以判断，绝对不是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题。 就是说了，一端 o k 那所以说，相当于说，一、e、端你知道了，大概就是给你介绍了一个这个，就第一句话就是这这这段的主主题，然后同时这个答案里面你要知道第二段是有 C 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就读 C 选项就 OK 了。那 C 选项是要选的，对不对？不是要读的，不对，因为你读了 C 才可以确定，就是到底后面是什么。那现在咱们目前为止，啊、呃，可以排除的是 E 段，对不对？然后咱们开始学，呃，读 C 段。 B 段说的这个楼的一些整体的状况，然后呢，C 段开始这个这里 the state，如果在这种宏观的角度、在国家的角度，这 state 那个 state 肯定是国家了。然后战争还有这个呃海军的楼，正如它最开始被熟知的那这句话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些细节，同学们，这是 house 的这些单词在这句话里面是做谓语，因为一个是它加的 ed，另外一个是前面三者是并列主语在这三者，对,对，也就是说白了还是一个建筑，就是大写的。 啊，因为这都是大写的话，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整体的楼的名字。这个楼的名字其实是 house，你可以理解成是这个住着或者里面有。就中文的这些有，你其实很多时候就这些单词，你就非常快的就会翻译出来了。因为前面的主语是楼，那你觉得楼里面 house，你可以就容纳，对吧？这其实都是有的意思。这个楼里面其实是有三个部门的 departments，用执行的、分布的一个部门。 然后呢，most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那这个时候，首先你要判断出来，现在这句话到这儿已经主谓宾结束了。Building 是主语，house 的是谓语，然后这三个是核心的宾语，也就意味着你要判断出来，这个 associated 是非谓语动词，前面这都是副词，对。那这个没有加逗号，那明显这个非谓语动词是用来形容前面这三个宾语的，呃，就这三个这个部门的这个宾语。哎，也就是这个楼里面。 应该可以，刚才大家也可以读一下第一段，就是 E 段吧。E 段其实第二句话里面，他说到的是，呃，被这些人设计，对吧？然后这个楼 EUB 是被建造，然后是来去这个，啊、呃、，house 还是一样，去容纳逐渐增长的这种，啊、呃，这个部门的一些员工 staffs，然后同时被认为是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不对？那也就是说白的是，呃，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楼，然后这个楼。 正如它一开始被人熟知的，是容纳着三个部门的。这三个部门后面非谓动词在是最紧密的联系着，联系着什么呢？Associated with something，形成和实行这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些部门。然后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二十五年，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century。然后同时是在这个二十世纪啊、呃、第一个二十五年。所以当时应该是。 呃，一一八几年，一九二五年之间，OK，所、so、以第三段不是 C 段，相当于给你介绍了一下，就是这楼，这楼一开始它不是咱们现在讲的这个 EEOB，因为你要谨记这篇文章的主题已经告诉你了，是 EEOB 这楼，对不对？然后 EEOB 这楼给你宏观解释一下，但是先给你介绍了类似于前身或类似于这个，就是之前的一个叫 Stay or Navy Building，这楼当就是反正。 有三个部门，就跟外交非常紧密的联系。<coughs> 然后同时、这个，这个这个那这这段里面的 the building 就是一定指的是这篇文章这个 building。然后呃、啊，就这段这个 building 已经容纳过一些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些外交官和政客，同时也是呃、啊、have been the scene 一个景观一个场景一个背景，对于很多历史性的一些事件。那这段同学们就是像这种承上启下的段落，因为 C 段你要。 知道承上启下，刚才咱们已经选了 E 了，呃，C，因为 C 段就会直接决定着这个，啊、呃，第二个选项来选所以你要读的稍微完整一点，不要跳着读，哎，<Okay. S 2> 可能就是第一段很重，前面部分就很重要，同时后面也很重，OK，要。哎，咱们现在大家知道这 C 段讲的就是这个之前这楼吧，反正是这个 State War Navy Building，容纳很多很多政客，同时也是见证过很多历史性的事件，对不对？OK，咱们现在开始一一开始排查下一段选什么。 那首先，这里还是一样的点，在于现在你想 A 和 B 段，如果同时出现的话，肯定是一八七五年会在一六八九年之后，对吧？那这段先把 B 段排除掉，然后 C 段是不选的，咱们选 C 段下一段，然后同时这个 EUB 这里目前为止就，因为现在已经有了 E 段了，对，啊、呃，有这种可能在你开始给你使用这个缩写了。那这 D 段说的是很多最著名的这种。 最著名的 celebrated 国家性的这个人物已经参与到了这种历史的事件中，就发生在这个 E O B 的这个墙里面。那这同学，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把 C 段要读准了，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说这个 E O B 呢，这个楼呢。因为现在目前为止，这一段里面只说的是这个楼，这个楼是容纳过三个部门。虽然说这是、个。 这篇文章里面，咱们主题确实说的是 E O B，没有问题，对吧？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有这个 E O B，在站在一个明显，你发现这篇文章按照一个历史的一个顺序发，还没有这个 E O B 呢。哎，所以说这里目前为止，相当于我们还不可能先给你说前身，马上就可以说这是 E O B，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对吧？OK，然后这是 D 不会选的啊，C 也不会选，然后 B 也不会选。那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剩下 A，同时 E 段是第一段，我们不选。 然后 F 段是下一段也不选，那这时候你还是一样，对不对？二选一，二选一就是大家最理想的一个情况。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再去选择 C 段以后，到底是 g 段呢，还是 A 段？那这个时候，然后就是你要对于这两个段落现在做出一个对比就 OK 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刚才咱们说到这个。 呃地段可能是因为有这些 E O B，同时主要是你要读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最著名的这些国家人物都已经出现在这个 E O B 的这些墙里面，这个意思明显这它这个建造的最起码意思也不对。然后当你读到这个 G 段，虽然说也有这些 E O B，但是你读这句话的意思点在于什么？说这个 E O B 的历史主语被 n 历史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呢？是远远 before 早于它的这个。 基础或者地基被放置以前，那这里同学就会发现，现在这句话虽然说有这 E O B，但是现在就是你说的这个 E O B 在建立以前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这是不是相当于说跟咱们 C 段里面这它的这些前身，这个、building 就是拥有一些 departments 是非常吻合的啊？虽然说它这里是有了这些缩写，但是这些缩写这在这句话里面指的是这个历史是远远开始于。 啊、呃，甚至地基被铺以前发生的事情。哎、right,，同时你看到这句话、这段话里面，你大概扫一眼发生的时候是什么？第一个个就是执行办公室是被建造在1799 <noise> 17, 年到1820年，那这个时间点明显是早于1 8六9年的，对。所以这个时候通过时间就是可以快速判断出来，我们现在第三个选项有了，是 G 段，对不对？All right，那 G 段现在有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划掉完，就永久性的划掉一段。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呃，答案可能又简单一点，也就是说，现在意味着 EFG 这三段就全部划掉了，对不对？然后咱们再往前，往前以后，现在，呃，A 段是可以重新回来，然后 C 段是也已经永久性划掉，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目前为止，三选，就是三支空，然后我们就只剩下三支空了，那剩下的非常简单了。首先你要看这个时间，还是一样的逻辑。 A 一定是在 B 之前的，对不对？那我们先把这个在 A 没有选之前，B 肯定就划掉的。然后目前为止，又我们到了这个二选一的一个啊阶段，你要去看到底你觉得是 D 段好还是 A 段好？那 A 段这里咱们再复习一下，说的是1869年国会 on point 指派了一个这个委员会来去选择一个地点，同学们，这是选择一个地点，还没有这个楼了 site 和准备一些计划关于这个。 成本的一些估计，对于一个新的国务院的一个楼，那这里就明显可以感觉到，现在开始我们开始建了，先选择地点，现在就委员会，委员会呢指派一个地点，指派一个地点，然后开始计划。那这样的话，你看 D 选项是不是明显不如 A？因为这里说的是，还是在说那句话，就很著名的一些什么国家性的人物都已经就是参与过历史性的事件发生在这 e OB 的这个墙里面。嗯、那这里。 后面定语从句是用来形饰这 events，的然后这 events 这些单词发出 take place，再复习一遍，发生这三个单词 occur 啊、uh,，happen，take place 都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只能主动用，对，OK，、right, 那明显这里你看到这已经就是你觉得开始建，就开始计划在前面呢，还是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是这些名流啊，什么事历史事件发生在这些 E O B 的楼里面会在前，那明显应该是先说 A 段，对不对？那我们。 OK，第四支选项也有了。A 段，A 段以后，我们刚才知道下一段应该是 F 的，也就说白了是，现在 F 段你可以稍微读一下，指的是建筑或者建造花了十七年，因为这个 the building 慢慢的来去这个起来 rose，因为这个主语是这里 as 一定是关系连词，就当或者因为都 OK i s 然后主语是 building，那你要判断出 building 是真的 rose。 那这时候你的翻译什么？就是说白了，你要把主语和谓语连在一起，然后你再去翻译，你再去理解。那你就可以理解这个楼慢慢起来，然后是一个这个部门就挨着一个部门，one by one 就相当于 one by one，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起，对所以目前为止这 F 段之后，这时候你开始建造了。那明显现在我们目前为止只有两段，只有两空。F 段第一段之后，马上的第一段和第二段。那刚才我们唯一剩下的两段。 排除掉，就只剩下 B 段和 D 段。那 B 段这里是有时间的呀，同学们。一八七五年，这里咱们再复附加第一段第一句话说的是被完成。一八七五年，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南楼南部分，其实是一开始是被这个占据的。然后同时伴随着一些非常优雅的四层的博物馆啊，不，图书馆，还有些外交的这种接待室，还有秘书这个办公室，这个秘书的办公室，非谓语动词被装修着一些。 这种这样的这个雕刻的一些木头，还有这个地毯，还有这种这样的这个墙的这个 patterns，这些单词你找到核心词就 OK 了。这就是你现在目前为止咱们练了这半年，练了一年，对于这种你的语法熟练度，这些单词你不认识都无所谓的。比如是什么 stencil 啊，这个单词你不认得，我觉得不重要。你要判断出是形容词，然后同时要判断出来这个 decorated 在这里，这个词你需要认识的非谓语动词用来形容 office。为什么这里是非谓语动词？因为这句话。 谓语前面已经早就说完了。好，刚才我没有说，我希望你现在读的时候有这种概念，好吧？OK，那明显的同时还是样现在这一说，一八七五年建好以后，南部是被呃首先被这个占据的，对吧？伴随着一些这种这样的房间，那你觉得这段在前呢，还是地段一开始有非常著名的一些人物已经参与过这种非常宏观的一个描述在前？那明显肯定是有时间的，这就在前面啊，一八七五年，对不对？因为 F 段正在说的是建造。 花了十七年，那建造以后，一八七五年又怎么怎么样？那明显这里 D F 段我们也有了，就是 D，然后那这样，对、哎、不对，啊 B，不好意思，就是这段，对,对，然后最后一段那就是 D 了，就非常简单，做完。那这种文章，同学们，我现在，呃，我觉得这种文章不是这家精读的，呃，我是希望你要知道这种题怎么做，你现在要去锻炼你做这种排序题的一个逻辑。 那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你到底有没有读的准。那这里哪怕是这种，咱们刚才排除到好几段这个、就是、选项里面，像这种缩写，你可以不可以知道这个什么时候用缩写，什么时候不用缩写？然后关键是你在读的时候，包括一些就是大概读一下有时间这些东西，其实都说白了是读的准不准而已啊。你只要读得准，这种题我觉得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白送你十分啊，没什么就是太难的地方。然后啊、呃，排序题应该是好几年没考了。 所以可能今年会考，那、啊、这东西我觉得没法预测，没有意义，啊，我只希望大家，啊，就是你要知道读准是一切的一切，啊，不管是你，就我，你可以不读一些东西，但你读了的东西你要读准了，啊，这是一就是一切，这也在我看来也不是什么技巧，但是很大做这种新题型的技巧，你要把，对，做新题型，好吧，我这最后，就、这、是、个、这个视频，如果你看到最后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新题型。 任何段落，你读第一句的时候，任何段落啊，第一句的时候，一定要读的小心和读的准。我这同学这句话，我看似的好像是大道理，但是真正你在考场上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把这句话真正落实到读准了，按照语法的这个基础规则。 就读得非常的明白，他主要在说什么，对吧？没有被这个一些这种语法，嗯，把你给迷惑掉，找到主干，啊，我觉得这种题其实在我看来不是特别难，好吧，o 瑞，这一篇我们还剩最后一篇这个排序题，加油，胡瑞。